宅子，实际上你欠我很久了。丢孩子的找到我们这儿来，有出去的吗？你的路走到哪儿了？你过手了多少个孩子？我们偷你个仔啊！啊！等等等！我们有行规，儿子慢点开，有手段。咱一会儿是押人出村啊，还是就地正法呀？我一会儿会拿到您要老秦命的东西，你们捂住他。今儿他们谁都别想活着出去！住手！你知道人是可以操纵的吗？就我命大，抓不到我爸都得死。